马上就好啊。哎呦，赶紧的吧，妞妞吃完饭还得复习呢，明天就期末考试了。哎呀，不就是个期末考试吗？看把你紧张的。那不紧张能行吗？那上次妞妞就没考好，才考了全班第七。那你呀，全班第七就不错了。赶紧做吧，一会儿没时间复习了。好好好，马上马上。我回来了。呀，哎呀，回来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大姐大姐夫，哎哎，给妞妞做什么饭呢？哦。那个，给他弄点挂面，切点黄瓜。嗯，挂面。明天妞妞就考试了，你让孩子吃挂面，你准备让孩子挂了？挂了？什么意思？挂科，懂不懂？挂科什么意思？哎哎，没考过大学那样。挂科就是不及格，懂不懂？嗯、啊？赶紧把挂面倒了，倒了，倒了，倒了。不是，你倒了，孩子吃什么呀？我都准备完了。来来来来来，都过来、啊！哎呀，我给孩子准备的啊，看，哎，看这道菜，哎，什么呀？金针菇爆炒猪蹄儿，这叫金榜题名。看这菜，哎，这菜我哎拿出来，你看这造型，哎，你看这造型，哦、哎呀，哟，这有点意思哎，这一个鸡蛋上面插两个鸡翅，什么意思？哎呀，这个寓意太美好了啊！破壳的小鸡儿变凤凰，不是，这也能叫鸡飞蛋打啊？那我可没想到啊！那这是妞妞不吃了，你们两口子吃吧。怎么鸡飞蛋打就我俩吃呢？哎，这不吉利啊，不吉利！来来来，吃这个，吃这个。哎，看这个菜怎么样？哎呀，这不就是个包菜吗？你明面上看着是个包菜啊，实际上它就是个包菜。你看看，哎呦，这包菜里边有红烧肉哎！哎，知道这叫什么吗？啊，哎，这叫满腹经纶呐、啊！嘿呦，真好、哎！吃了这些菜，我们家妞妞绝对、啊、没问题，好成绩。顺风啊，哎，这次你可出血了。不是，早餐你准备了吗？我当然准备了。哎呀，准备了。哎，看见没？一个面包啊，俩鸡蛋。这是什么寓意啊？这是、啊、这个，来来，念一下。001，来来来，这么念，100，一百，对不对？顺风，哎，我跟你说，哎，门门考100，好，哎呀，你可真是费心了，你不愧是我们妞的亲二姨夫，那你我跟你说，哎呀，不用夸他，没有个亲二姨，哪来的亲生二姨夫？那可，哎，不对呀、啊。我怎么听你这话像我是你生的呢？你不要再